我哋今日嚟教会只有一个嘅目的。主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只有一个目的。我哋系嚟敬拜赞美你。是来敬拜赞美。主啊，我知道当你嚟，当我哋嚟到教会之前，你已经喺呢个会堂里面去等候我哋。我知道我们来这个会堂之前，你已在这个会堂当中来等待着我。让我哋呢一刻都系准备好自己嘅心去敬拜去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一刻准备好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主啊，我哋今日嚟到寻求你，求主你对我哋说话。今天我们也是来寻求你，求你亲自与我们说话，也都求你悦纳我的敬拜、我的赞美、我的祷告，也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赞美、敬拜和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Amen。 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是第七，是十章十九节。在十章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另外在以弗所书，还有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神呼召我们，神来呼召我们，成为他们大能，成为他大能的军队，成为他的大能的军队。我们不要专注在我们的软弱身上，我们不要专注在我们自己软弱身上，但是我们要焦点放在圣灵的大能身上。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圣灵的大能上面。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今天来接受圣灵的大能，今天接受圣灵的大能。无论你的光景如何，无论你的光景是如何，或在软弱，或是在软弱当中，或在刚强，或者在刚强，甚至乎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的灵命到哪个阶段，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灵命去了什么，达到什么程度。但只要你愿意敞开，但只要你愿意敞开，放低你的重担，放下你的重担，让圣灵你是成就这个工作，让圣灵亲自来成就这个工作，我们必然能够跨胜，我们必然能跨胜。 Amen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起立，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束腰，真理来束腰，信德是藤牌，信德是藤牌。心情为主来发光，同心为
再唱，我们唱这首新歌好吗？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对你来说要钱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咒恩是头盔，用生命保剑，带着生命印记，满有能力，带着属天的权柄，带着属天的权柄，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一切仇敌，用信心，用信心，行神迹，让我们兴起，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让我们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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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同心为主刚强。感谢我们神，同你身边人讲，我们靠着耶稣好吗？我们靠着耶稣得胜，我们是靠着耶稣得胜，我们软弱已得改变，我们的软弱已得改变，我们在你爱里要宣告，我们在你的爱里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已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不可罪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得胜，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志心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惊怕，不必惊怕挫败，我是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心，在你爱，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已得改变，在你爱里我们宣告，神是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不可罪中打中，是你，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志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惊怕挫败，却知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弟兄，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让我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包括最终大众，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
着耶稣的身，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这记住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全体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世代全心意，盼这歌曲飘远，延续这琴声，燃烧我心，将心灵点亮似把鞭，将真爱谱出歌曲送温暖。只盼这妙韵，只盼这妙韵响起，亮似没孤单角落。歌声悠扬，带着无穷热恋，燃烧我心，因主曾舍命倾爱眷，心中永念记，心恩不会忘掉。此刻我愿献给主，以歌声替代全心意，盼这歌曲飘远。送温暖，只盼这妙韵响起，亮似每孤单角落，歌声悠扬，带着无穷热恋，燃烧我心，将心灵点亮千百遍，将真爱谱出歌曲送。亮似每孤单角落，歌声悠扬，带着无穷热恋。你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我们的天父，主，我哋真系唔好忘记心恩。真系让我们不要忘记声音。主，你曾喺十字架上所做嘅一切。你在十字架上曾经所为我们做的一切。喺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在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反抗你的时候，我们反抗你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你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你的时候，就算我们信了仍然都是悖逆的时候，虽然我们信了还在悖逆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们，主啊，你赦免了我，你在十字架上，你在十字架上，你说成了，你说了成了，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一个彻底的饶恕，这是一个彻底的饶恕。主啊，求你更新我们，求主你来更新我们，我们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好像羊一样是顺服，
我们如同一个羊一样来顺服，因为你是我们一生的主宰，因为你是我们一生的主宰。让我们轻轻听，让我们轻轻的听，听你的话，来听你的话。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这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
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和躲避你的面，我要展开亲身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不可以逃避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不可以躲避你。主，当我在犯罪的时候，我不可以逃避你。当我犯罪的时候，我更加不能躲避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去认罪悔改。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在神面前去逃避。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在神面前来躲避。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躲避神。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以躲得开神。主啊，求主你原谅我的过犯。主啊，求你原谅我的过犯。主啊，在我舌头上所出的一切的话，在我舌头上所 出的一切话，在我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个的想法，在我心里上所想的每一个思想，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都全部都知道。求主你原谅我的过犯。求主你原谅我的过犯。求主你洗净我的罪。求主你洗净我的罪。愿我今日都好似能够好似雪一样的白。今天我可以成为雪一样的白。主啊，我不愿意我的罪去能够成为我同你的关系的阻隔。我不想让我的有罪成为我与你的隔绝。主啊，我发现当我成日犯罪的时候，就好似抬不起头去见你咁样。当我常常犯罪的时候，好像我抬不起头来看到。主啊，我发现我的祷告没有能力。我也发现我的祷告没有能力。我发现我睇圣经的时候，我不明白。看圣经的时候，我更加不明白。甚至乎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出现问题。甚至我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主啊，求主你原谅我的过犯。求主你原谅我的过犯。求主你今天再一次去接纳我。求主你今天再一次来接纳我。去接纳你为我安排的道路。来接纳你为我所安排的这个道路。主啊，我们今天也感谢你，因为我们不能够逃避你。今天我们也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不可以躲避你。在我生命最有需要最困难的时候，在我生命里面最困难最需要你的时候，主啊，我都不能够逃避你。主啊，我也不可以躲避你。因为你从头到尾就在我的身边。因为你从头到尾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主啊，好感谢你这一份的爱。我感谢你这一份的爱，也都感谢你在我生命里面的不离不弃，也感谢你在我生命当中不离不弃。主啊，求主你帮助我前面的路，求主你帮助我前方的路，能够去荣耀你，可以能荣耀你，也都因为我们的缘故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也因为我的缘故我可以祝福我身边的人。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是奉主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继续为到这个家去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为这个大家庭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新的礼堂今天就开始启用，新的礼堂今天开始可以使用了。我知道一阵十二点半的时候，我知道下午十二点半，菲律宾教会就向这个会堂里面去敬拜去赞美你。菲律宾会堂就在这个新的会堂来敬拜赞美。主啊，我们将一切荣耀重赞首先都是归给你。主啊，我们将荣耀重赞首先归向你。主啊，我们很开心能够看到再有多的会堂弟兄姊妹能够去这个地方去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个新的会堂可以来赞美你的地方。我们也都为到我们自己国语崇拜去祷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国语崇拜来祷告。主啊，我们都会在同一个礼堂去敬拜去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一个会堂当中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将一切的安排都交到你的手中，一切的安排交在你的手中。也都感动弟兄姊妹去回应去侍奉你，也感动弟兄姐妹们的心来回应你来侍奉你。不论是敬拜组，无论是敬拜组，是做招待的作讲员的，或者讲员，或者招待的，是做欢迎小组的，是做茶点的，或者做茶点或者欢迎小组的。神啊，都将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到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直到十月七号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们知道十月七号是荣耀主你的日子。求主你继续帮助弟兄姊妹这样的去安排。
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安排，也都将马房的建堂的费用再一次的都是交上，我们再一次将建堂马房的基金来交上祷告，求主你继续感动弟兄姐妹去回应，求主你继续感动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回应，也都将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交到你的手中，也将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关系都是破碎，知道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家庭或者是夫妻关系有破裂，求主你去帮助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给能力我们去坚持我们的爱心，求主你帮助我们有坚持我们的爱心，也都为到我们未信主的另一半去祷告，也为着我们另一半没有信主的来祷告，求圣灵你去感动他们，求圣灵你亲自来感动他们，求主你拣选他们，求主你也拣选他们，以至到有一天他们能够去接受主你的福音，以致有一天他们可以接受你的福音，也都为到所有新来的朋友去祷告，也为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来祷告，求主你都是能够给他们寻得见你，求主帮助他们今天能寻得见你，我们就祈求今天神你给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和爱，今天让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和你的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金钱上考虑今天要作的奉献，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金钱上考虑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对神一个爱心的回应，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如果今天你是到访的或者是未信主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是来到访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个奉献袋来到你的面前不需要觉得尴尬，奉献袋来到你的面前你不需要介意，可以将个袋给你隔离那位已经可以了，把奉献袋传给下一位就可以了，也都鼓励在座每一位神的子民，但鼓励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子民，用我们的心去回应神，用我们的心来回应神，我们首先将所要奉献的金钱拎到我们的手上面去祷告，首先我们将我们要奉献的金钱拿在手当中来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乐意欢喜的心，求主给我们一个乐意 欢喜的一个心去作这个的奉献，来做这个奉献，知道神也都是看重我们奉献的心多过我们奉献的金钱，知道神你看重我们的心多过我们所奉献的金钱，让我们去为到这个奉献去作准备，为这个奉献我们准备我们自己，你
的心，因为你我不放弃，因为你给我信心胜过环境，因为你是道路真理丰盛的生命，在金钱上、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在金钱、情感上或者能力上面，主啊，你都加给我。主，你一直在加给我们。主啊，我哋将我哋所拥有嘅，我哋归还俾你。主啊，我们说我们拥有的，我们愿意归还给你。求主你去教导我。求主你来教导我。继续慷慨嘅奉献。有个慷慨的心来奉献，不单止奉献上在我们的生命的一切事上面，无论不仅仅在奉献上，在我们一切生命里面，求主你给能力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你给我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也都能够在爱尔兰这个地方去为你做盐做光，可以在这个爱尔兰地方可以做盐做光，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加的美好，因为我们的存在成为这个城市的美好，因为我们的见证，我们身边的人看到主耶稣你的存在，让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看到主耶稣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这样的去服侍，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服侍的心，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去聆听，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来到 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期望呢去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都为自己的心去祷告，也都为今天的讲员去祷告，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先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也为我们的讲员来祷告，也都为到我们今天要翻译的去祷告，也为我自己来 翻译的人来祷告，好，我们同心的这样的去用祷告去准备，让我们同心准备来祷告。主啊，将我们的心都交到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说话今天去大大的去影响我，求主你的话语大大的能今天能影响我们自己，让我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也都帮助我去穿上这副你已经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也让我们可以穿上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军装，也都为了今天的讲员，也都为了今天的翻译的弟兄姊妹去祷告，也为我们的讲员翻译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你的能力能够得到彰显，愿你的能力得到彰显，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是奉主名求，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题目是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题目呢在几个礼拜之前在菲律宾的退休会我用了五堂道的时间分享过，这个题目我在过去之前两周之前那个菲律宾一个退休会当中有分五堂来分享过，呢所以我希望呢我可以在八月的讲道和九月的讲道的里面呢是能够讲晒所有的资料，我希望用两堂今天和九月份的一个那个主日崇拜来分享这个全部的信息，所以今天呢是上部分，今天所要分享的是上一部分，九月呢是会有下个部分，到九月份我会讲下一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的军人穿上一套的盔甲，大家看到这个军人他穿了一个盔甲，穿盔甲的是准备去打仗，穿了盔甲就是要准备去打仗，原来我用错麦克都 OK 喎，怪之多了啲嘢啦，只手 testing 好啦，穿得盔甲的就一定去打仗，穿了盔甲就是要准备去打仗，打仗的人一定会穿盔甲，打仗的人也一定会穿上这个盔甲，但
有没有人打仗是不穿盔甲的呢？有没有人去打仗不穿这个盔甲的？不穿盔甲的人不是去打仗，不穿盔甲他就不去，他是去送死，他是要去送死，因为不穿盔甲的一定会死，因为他不穿上这个盔甲就很容易死。有弟兄姐妹问我，信了主的和未信主的都有问我，有弟兄姐妹或者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曾经问过我，他说海，你信不信有鬼的存在？阿凯，你是不是你信不信有鬼的存在？我话信，点解唔信啊？我说信，当然信。佢话你呢啲信耶稣嘅都信有鬼嘅咩？你们信耶稣也信魔鬼吗？鬼系实实在在嘅存在嘅，魔鬼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你信唔信佢都系喺度嘅？你信不信他？他也是在存在的。只不过系你有冇机会去经历佢嘅啫。只是在于你有没有机会经历到他。我相信在座嘅弟兄姊妹有一啲已经系经历过呢啲属灵上嘅经验。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他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经验。鬼其实都是一种邪灵，鬼也是一种邪灵。他们不单止真实的存在，他不单单是真实的存在，他们更加在这个世界上积极的工作，他在这个 世界上会积极的来做工。他们比基督徒更加的勤力，他比基督徒更加的勤力去做破坏的工作，他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记载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了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征战是来自魔鬼撒旦的，这个征战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到第十八节。所以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那我们用国语读一次就 OK 了。有那里。OK，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先读到第十三节，之后我们先看到十三节，然后我们再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有一个第十二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来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乃是要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属灵的征战是实在的，属灵的征战是很实在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都打过很多场这些属灵的征战，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也打了很多场这种属灵征战。但其实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但什么是属灵征战呢？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会，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会，每一次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每一次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都是一定有些妖魔鬼怪出现的，一定觉得有妖魔鬼怪的出现，或者有些情况有些人被鬼附，可能有一些情况是被鬼附上，或者被邪灵去搞扰，或者被邪灵给搞，这些就是属灵的征战了，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一个超自然的层面上，这个是真实的，在超自然上层面上，这是这个是真实的，这是很真实的。基督徒也都有机会跟邪灵去交战，基督徒也有机会跟邪灵交战，但是在一个比较自然的层面上面，但比较在基本上的层面上，我们都是每一日都有这个征战，其实我每一天都有这个征战。你有没有想过，很简单，当我要问你要做好还是要做坏的时候，很简单，当我问到你要做好事还要做坏事的时候，你很快就会答到我，我要做好。你很快地回答我，当然我要做好。当我问一个基督徒，你要顺服神还是你要反叛神的时候，当我要问一下我们基督徒，你要反叛神还是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很快就会答我要顺服神。基督徒就很快地回答我愿意顺服神。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答案，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一个答案。但是在某些情况里面，在某一种情况里面，你就开始决定不到要做好还是要做坏，你就决定不了你到底要做好还是做坏。在某些情况里面，你决定不到你要跟从神还是不去跟从神，在某一种情况当中，你会
不知道你要跟随主还是不跟随主。为什么之前一个这么简单的答案，你是会做不到一个正确的决定呢？为什么之前这么容易答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很正确的去行出来呢？弟兄姐妹，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们，很明显这就是我们属灵征战。弟兄姐妹，我们要改观什么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有一个改观，什么是到底什么是属灵征战。当然我们有机会要跟恶魔征战。当然我们有机会跟恶魔来征战。在几个月前，我们的牧师传道也都去了赶鬼。在几个月前，我们牧师和传道也去赶过鬼。这个是有机会的。这是有机会的。但是绝大部分属灵的征战是来自一个所谓比较自然的层面。但大部分的属灵征战来自于很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属灵征战就是属灵征战。其实属灵征战就是属灵征战。是没有分自然或者超自然。不可以分超自然或者很自然的。因为弟兄姐妹很多的误解，觉得属灵的征战一定是超自然的层面。但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们很误会了这个属灵征战是超自然的征战。所以每一天当你受攻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所以每一天你受攻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属灵征战当中。你已经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但你不知道。你已经站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但是你自己却不知道。这个属灵征战是持续的。这个属灵征战是持续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要跟属血气的来征战。有人说这种的挣扎是好像一个天使一个魔鬼对你说话这样。好像有人说过，好像我们有一个魔鬼和天使的征战一样。也都有些人解释是你的良心去责备你。有人解释也是说你的良心来挣扎。有些人说这个是我们倾向是做好的，但有时我们想做坏的都不知道怎算，有一个挣扎在中间。也有人说我们想做好的，但是我们也同样也想做坏的，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方呢？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样样的挣扎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因为这是属灵征战。每一个征战的目的。每一个征战的目的是。魔鬼撒旦都是想你不顺服神。魔鬼撒旦他的目的是不让你顺服神。他不想你做神要你做的事。他不想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他要你因为做了这些事去离神更加的远。他想让你做一些这些事情而远离神。所以整个过程。是魔鬼撒旦是有份去参与的。所以整个过程魔鬼撒旦他有参与的。圣经说我们是与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圣经讲到我们要属灵气的来征战。就好像在看一些科幻片或者看一些鬼片一样。好像我们看一些科幻片和鬼片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没有科幻片没有鬼片之前已经有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看这些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属灵征战。在圣经的最开端。在圣经的最开端，亚当夏娃要去选择去服从神定不服从神。夏娃与亚当要选择服不服从神。这个就是人类第一个属灵的征战。这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属灵征战。你不是亚当夏娃没见鬼哦？不对，亚当和夏娃没有见过鬼。明显亚当夏娃是开始了这个的征战。很明显，夏娃与亚当已经开始这个征战了。亦都。圣经的记载有一个最后的征战。圣经也记载了我们有最后的一个征战。就是在这个看不到的这里不要紧。没了的。这么神奇的。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章讲得很清楚。在十六章的十六十七节他讲得很清楚。第一道他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这个地方是亚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里讲到三个魔鬼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在启示录记载了很多神对人类的惩罚和灾难。在启示录记载了很多神对魔鬼的惩罚和灾难，亦都对地上犯罪的人的惩罚，也对我们世上人的犯罪的惩罚。在神惩罚的里面，在这个神的惩罚当中，有一场很大的征战，有一场很大的征战。第十七章那里好多讲得很清楚，他们就是魔鬼与羔羊征战，羔羊就是耶稣。这里十七章讲到他们是指魔鬼与羔羊征战，羔羊就指耶稣基督。羔羊必胜过他们，
这个羔羊必胜过他们，是一个众数来的他们，这是他们是众数，即是很多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意思，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这个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里讲到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的忠心的也必得胜，这里记载到在这个亚米吉多顿的平原里面有一场人类最后的争战，这里讲的哈米基多顿是最后的一个人类的征战，羔羊即是耶稣是赢紧的，羔羊耶稣是必胜的，亦都讲着同着羔羊是被蒙召选有忠心的，即是我们，这里讲的同着羔羊被蒙召的被拣选忠心的，这是指的我们，对神忠心的基督徒，对神忠心的基督徒也必得胜，也会必得胜。弟兄姐妹，第一场征战开始了，这个是最后一场的征战。弟兄姐妹们，第一个征战也开始了，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征战。啊，出翻嚟啦啲经文。亚米吉多顿喺边度咧？哈米基多顿是在哪里呢？就系响今日以色列嘅北部。在以色列的北部。我用红色圈圈住呢个嘅地方。有红色的圈圈着的地方就是。呢个平原就系亚米吉多顿平原。这个平原就是这个哈米基多顿的平原。启示录记载的最后这场的征战就在这个平原这里发生。启示录讲到最后的征战在哪里打，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我去到这个平原的时候，当我自己亲自来到这个平原的时候，给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震撼，在我心里有很大的震撼。圣经所讲的是实在的，圣经所说的记载的是真实的。你很容易想象得到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个平原打最后的这一场仗，你也可以看到神为什么选这个平原来打最后的征战，因为这个平原是很大很广阔，因为这个平原很广很大，最适合是要来打仗，很适合打仗的地方，在旧约的记载的里面，在旧约的记载当中，很多场很重要的战争都在这个平原那里发生的，很多的征战也在这个平原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第一场的征战已经在亚当夏娃那里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一个征战在夏娃与亚当当时已经开始了，最后一场征战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最后一个征战是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章写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是活在第一场和最后一场征战的中间，今天我们活在是第一场征战到最后一个征战的中间，所以基督徒是必须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必须要经历这个属灵征战，因为已经开始了但又未打完，因为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仗还没有打完，可以说你是夹在中间，可以说你夹在中间，所以你是没有选择的，所以你是没有选择余地，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场的征战，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属灵征战，第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拿起或者穿上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所以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你要拿起神所赐给你的全副军装，好在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日子里能够抵挡仇敌，好在这么困难的日子里面你可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可以并且可以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已经在一个征战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已经在这个征战当中，这个征战就是你要跟随神还是不跟随神，这个征战就是说你愿意跟随神还是不愿意跟随神，每一个形形色色的属灵的征战，每一个不同的属灵征战，每一个不同的属灵征战，最终的原因都是要你去选择不顺服神或者是离开神，最终的目的是让你不顺服神或者不跟随神，你想想你是不是不断有这个征战，是不是你问你自己有不断的这种属灵征战，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来征战，所以我们更加要穿上这一副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更加要穿戴这个属灵的全副军装，好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好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那这副军装是什么呢的盔甲呢，那到底这个军装到底有什么样的盔甲呢？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那里有讲，在十节到十八节，十四节到十八节讲到这套的军装有六个部分，这个军装有六个部分，今天我会讲三个部分，我今天分享三个部分，九月我会讲另外的三个部分，九月份我会分享下一个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要用真理当作皮带，第一个就是用真理做皮带，即是什么呢？一整讲了是什么呢？我以后会分享。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或者盔甲遮住你的胸，或者是护心镜来当盔甲来保护你自己。用平安的福音当鞋咁样穿响你的脚上，
用平安的鞋来穿上，做你的鞋子。亦都要用信心的盾牌。也要用信心的藤牌。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灭了那一切恶者的火箭。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去抵挡魔鬼的攻击。我们用我们的信心要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诱惑。也都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也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这副全副的军装已经给了你了。所以神把这个属灵的军装已经给了你。但是你有没有用到这副的盔甲呢？但是你有没有用上这个盔甲呢？魔鬼是常常去找机会去攻击我们。魔鬼会常常找机会来攻击我们。他要找你这一套的盔甲里面有没有裂痕。他会看我们盔甲当中有没有裂痕。有没有一个很小的洞。有没有很小细微的一个洞。他会去寻找你的弱点。他会不断地寻找你的弱点。他会去寻找你最脆弱的一部分。他寻找你的 最软弱的地方。他就会望着这个部分去攻打你。他就会看到这个部分来攻打你。弟兄姊妹，有时候基督徒甚至将这个大门也都打开。甚至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把这个大门给打开了。主动去邀请魔鬼撒旦去攻击你。主动的邀请魔鬼来攻击你自己。弟兄姊妹，弟兄姐妹们，怎样为之打开大门呢？什么是到底打开大门呢？怎样为之裂痕呢？什么是裂痕呢？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自己在家？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自己在家里？一天的工作做完了，你很轻松地坐在家里面。一天的工作做完了，很轻松地坐在家里。就开始上网看东西。就开始上网看东西。甚至乎去一些很危险的网站。甚至你去了看一些很危险的网站。上网之前你有一个决定。上网之前你有一个决定。我要去还是不要去这些网站？我到底要不要上这些网站呢？我要看定是不要看这些网站？要不要看这些网站呢？属灵征战已经开始了。属灵的征战已经开始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去选你要顺服神定不顺服神。因为你要去选择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但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你是完全察觉不到你被攻击的。但属灵征战当中，你完全的不知道你已经受属灵征战的攻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攻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受了攻击都不知道。这一样可能是你多年建立的习惯。这可能也是你多年的习惯。你知道这个是坏习惯来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你知道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你也知道这个不符合圣经。但是每次你很向往的去继续去做这种的坏习惯。但是你很向往的每一次去做这些坏习惯。每一次你都很期待你今次能够去反叛神去做这些事。每次都你很期待可以反叛神去做这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似乎我们在毫无抵挡的情况之下受攻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毫无抵挡之下受魔鬼的攻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随时的来准备好自己？亦都为你的家人随时做好准备。也要为你的家人随时要准备好。当家人有机会分享倾心事的时候，当家人愿意跟你分享心事的时候，你要随时察觉得到他哪方面是受攻击了。你要察觉到他到底在哪一方面受攻击了。那你就能够去帮助你的家人。那你这样你就可以帮助他在哪一方面可以。刚才都有讲到上网的事情，刚刚分享的上网的事情。其实这个上网魔鬼撒旦是在近代里面用得最多的攻击的方法。在近代当中魔鬼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上网网站。网上面的恐怖，网上的恐怖不是在你的手机里面可以看到全世界，不是在你手机上可以看到全世界，而是将全世界带入你的睡房的里面，而是将 全世界带进你的房间。如果属灵上不够坚定，如果你属灵不坚定的话，譬如好像我们的下一代他不知道，就像我们的下一代他就不知道，我们就容许整个世界带入他的睡房里面，我们就容许了整个世界带入这个房间当中，是很危险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多的色情，很多的杀戮，很多的仇恨就在这个时间去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很多的色情啊，很多的坏的东西啊，就会进入这个房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去处理这种的信息。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处理这些信息。但保罗话俾我哋知道，我哋要靠主。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主，我哋就会有呢个大能同埋大力。我们就有这个大能和大力。我哋系有能力去抵挡呢啲属灵嘅攻击嘅。我们是可以有能力抵挡这些属灵攻击。所以保罗就话你要着上你全副嘅军装。所以保罗说你要穿上这个属灵全副军装。唔好随随便便嘅摸落嚟。不要随随便便的把它脱下来。咁属灵嘅军装系乜嘢呢？那到底属灵军装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件嘅军装我哋睇到。第一个军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用真理当作这个腰带，就是要真理当作这个腰带。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因为今天腰带是一个时尚的一个的 accessory 就是时尚的饰物。现在的腰带是我们配伍，就是我们的一个潮流的物品，我们时装的一个装饰品，装饰品。我平时是不戴皮带的，平时我是不会戴上这个皮带，所以皮带对于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皮带对我们人来说有可有可无的事情。但是我每次穿西裤的时候我都会戴皮带，但我如果我穿西裤子的时候，西服的时候，我就会戴上它，因为感觉上靓啲，所以我都戴了。感觉上很漂亮，所以我会戴上它。但实际上我条裤是不会甩的，但实际上我的裤子不戴也不会掉下来。所以我穿西裤的时候我会戴皮带，因为觉得好看啲。所以我穿西裤的时候我会戴上皮带，因为很好看。所以现代人是不明白皮带的重要性，所以现代人是不会明白这个皮带的重要性。皮带是什么呢？皮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皮带就是随时做好准备的意思。皮带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的意思。在当年如果你要穿一套的盔甲，如果在当年你要穿上这个盔甲的时候，你是里面有一件的内衣，他们里面会穿一个内衣。这条皮带就是用来箍紧里面那套的内衣。这个皮带就是要把它里面的内衣把它绑好了。当你打仗的时候呢，你那个底衫就不会发来发去。所以你打仗的时候里面的衣服不会飘来动来动去。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些打空手道啊，打柔道那些比赛？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打这个空手道或者柔道的一些人？扯下扯下那件衫就出晒嚟了，拽拽的就把那个衣服给弄掉了。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你想一想，如果真的去打仗的时候，如果你衣衫不整是很危险的，如果你的衣服不整齐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跑出来的衣服会成为你一个的障碍，因为这些掉下来的衣服会成为你的障碍。还有皮带是要来挂住你那把剑的，而且这个皮带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要挂这个配件的。所以一个军人他最基本的装备就是一定要有一条皮带。所以一个军人他最基本的装备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皮带，随时做好准备，要随时做好准备。他们的攻击是近距离的打斗，他们的攻击是很近距离的打斗，即不是射那些什么飞毛导弹那些飞过去对面海，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导弹一样对面海来攻击，是近距离对打的，他们是最近距离来打仗。所以整套的军装的整齐和挂住这把剑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整个军装的整齐和佩戴这个配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属灵上都要有一条的皮带，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属灵上也要有一个皮带，就是用真理当作这个皮带束腰。所以我们要当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皮带，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当属灵的攻击临到的时候，当属灵的攻击临到你的时候，你用什么去抵挡呢？你用什么来抵挡呢？就是用真理去抵挡，就是要用这个真理来抵挡。几日之前我和敏星传道去探访，几天前我跟敏星传道去探访，有些弟兄姊妹遇着很大的困难，有一些弟兄姐妹他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很多不明白，很多的苦读，有很多的苦读和很多的不明白。最开头我们尝试去安慰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去安慰他，在中间的部分也都尝试过帮他分析那件事，在到了中间部分我们也尝试帮他分析这件事情，但我们发现全部都没用的，但我们发现是完全没有用，因为他已经是基督徒十年以上了，因为他已经是十年的基督徒，所以他很清楚所有的这些我们讲的种种，所以他很清楚我们所讲的这一切，甚至他自己也都是成为别人的帮助，他也都曾经安慰帮助过另外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曾经他也是帮助别人去安慰过别人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他讲了整个钟发现都没什么进展，跟他讲了大概一个小时也没有看到什么样的进展，
咁我哋就开始祷告。我们就开始了祷告。用神嘅话语去祷告。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跟住你就见到佢开始好转啦。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转变。佢嘅信心开始翻翻嚟啦。他的信心开始回来了。佢头上面嗰嚿乌云开始散去啦。他头上。乌云也开始散去了。弟兄姊妹，我哋要用真理去抵挡呢啲嘅攻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真理来抵挡这些攻击。喺以弗所书讲得好清楚。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我哋好似成日中咗诡计咁样。我们好像常常中了这个诡计一样。圣经话我哋中咗啲欺骗嘅法术。圣经讲到我们中了这些欺骗的法术。俾一啲假嘅嘢去动摇我哋嘅信心。用一些假的事情来动摇了我们的信心。当你信心一动摇的时候，就摆来摆去。你的信心动摇的时候，你就会摆来摆去。是不是要继续跟从神呢？是不是要继续跟随神呢？是不是要继续依靠神呢？是不是要继续依靠神呢？你就不知道了，你就摆来摆去。你就不知道了，你就会摆来摆去，摇来摇去。那个罪的吸引。被这个罪的吸引。你最后就顶不顺，真是犯罪了。你就受不了了，你就会去犯罪了。你真的犯罪，你就得罪神了。你犯了罪，你就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嘅问题就系我哋唔熟圣经。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熟悉圣经。我哋唔睇圣经。我们不看圣经。我哋睇圣经睇得太随便。我们看圣经看得太随便了。我哋按住自己嘅意思去解释经文。或者是我们看着看圣经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经。睇唔明嗰啲就跳过咗佢。看不明白的，我们就会跳过去。明嗰啲你就觉得用你嘅心意。按照你当时的情况去解释明白的事情明白的圣经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明白它从来都不会 去查考这段经文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从来没有去查考过这个圣经的真正的意义是这样吗其实基督徒很常很喜欢去冲淡真理其实基督徒很愿意 冲淡真理神对我们所讲的神对我们所讲的我们将它那个程度冲得淡啲，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愿意把它冲淡了，去减低因为犯罪而带来的罪疚感，减低犯罪，去减低因为犯罪带来的罪恶感，去减低因为犯罪所以带来的这个罪恶感。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都好愿意去违背真理做事，所以我们很愿意违背圣经的教导。你记得上次你做错了决定。你记得上次你做错了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一定是跟不顺服神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跟你不顺服神肯定一定有关系。你想想，你每一次你所谓的做错决定，又或者是有软弱的时候，或者是你所有的决定错误的，或者是违背神的，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有不顺服神的表现在里面呢？是不是每一次有不顺服神的表现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你不顺服神。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你不顺服神。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当你决定的要决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做错了。你做错了。只有三个的可能性。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一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到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准则去做这个决定。所以当你要决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准则来决定这个事情。第二个，你是知道神的真理，但是第二点是你知道神的真理，但是你决定去反叛神不做，但你要决定你反叛神不去跟随神。第三个，你做错了决定，你做错了决定，是当时你是想跟随神。但当时你是愿意跟随神，但是你发现你没有能力去做神的话，但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开始软弱了，你就开始软弱了。也都同一些弟兄姊妹谈过，也曾经跟弟兄姐妹们讲过，他们犯罪了，他们堕落了，他们犯罪了，他们堕落了。当他回想起自己那些的思想，那些坏的行为的时候，当他们回想自己的思想和坏的行为的时候，他发现连自己都接受不到自己做了这些事，他连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所决定的这些事情。甚至乎有一个弟兄姊妹，他形容我现在的状态是很变态。他说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们说自己的状态是一个很变态的状态当中。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但他没有能力去跟从神，但他没有能力去跟随神。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属灵的攻击。
弟兄姐妹们，很明显这是属灵的一个攻击。所以再提提大家啦，唔系一定系超自然嗰啲嘢先系属灵嘅攻击。再一次提醒大家，不是要超自然的攻击才是攻击。任何嘅一个攻击，如果呢个攻击最终嘅目的系要你唔顺服神，呢一个就系属灵嘅攻击。任何的攻击，只要它让你远离神、不顺服神，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攻击。弟兄姐妹，你有冇睇到呢条真理嘅皮带系好重要？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理的皮带是多么的重要？第二个，我哋继续去睇啦。第二点，我们继续来看，就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或者盔甲，就是当公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护胸。盔甲系个功用系非常嘅明显。这个盔甲的供应用法是非常的明显的，系要嚟保护嘅，是要来保护。咁所以呢个属灵嘅军装里面有六个嘅部分，所以属灵的军装有六个部分，五个嘅部分系要嚟保护你嘅，五个部分来保护你自己，一。一个的部分就是属灵的这个宝剑，就是要来攻击的。只有一个部分，就是属灵的宝剑，是来攻击人 的。所以你看到神已经帮助基督徒去抵挡这些攻击。所以你要看，你看到神已经给了你属灵的这个军装来保护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护心镜或者这个盔甲是要来保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护心镜盔甲是来保护你自己的。每一日回家，我们都会除低好多嘢。每一次我们回到家会放下很多东西。我入屋企第一时间就会剥鞋。我进到我的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脱鞋。跟住啊袋啊表啊嗰啲全部都剥晒。手表啊书包啊什么都会把它放下来。我咧翻到屋企咧，我尽量喺好短时间我就会去冲凉噶啦。我回到家很短时间内一定要去洗澡。将身上多余嘅污垢剥埋落嚟。把身上多余的这些污垢要洗掉。咁有洁癖噶你啊！冲凉啫，唔算系洁癖嘅。冲凉不代表洁癖。系咪？我哋每日翻屋企，姊妹都要卸妆有啲。我们姐妹们回到家要卸妆。但系咧，这个属灵嘅盔甲系唔可以剥落嚟。但这个属灵的盔甲是不可以拿下来的。喺任何嘅情况之下都唔可以剥落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把它卸下来。刚才你又讲一个军人没可能不穿盔甲就会去打仗。刚刚讲到一个军人他不可能不穿上盔甲去打仗。因为这个盔甲是要来保护他的心，保护他的肺，保护他的肠。因为这个盔甲要保护他的心，他的肝，他的肠。这些地方刺一刀你就玩完了。这些地方如果受伤的话就会死掉。刺你的手你的脚你还有机会。如果伤到你的手和脚，你还有机会可以活下来。中间这些主要的内脏刺一下就真的搞定了。中间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如果受伤的话就会。为什么我们会说用公义当作这个盔甲呢？为什么要用公义当作我们的护心镜盔甲呢？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他们的心，他们的心脏是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心脏是代表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志。意志同什么？思想。思想和意志。他们的胃，他们的肠这个部分。他们的胃和他们的肠是这部分是。是代表他们的情感。是代表他们的情感。所以这个属灵的军装就是你要用一个盔甲去保护你的思想，去保护你的意志，同埋保护你的情感。所以这个盔甲是让你保护你的思想、意志和你的情感。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意志和你的情感是魔鬼撒旦主要攻击的地方。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情感是魔鬼撒旦主要要攻击的地方。亦都是属灵征战出现得最频密的地方。也是属灵征战出现的问题最多的地方。因为魔鬼撒旦知道。因为魔鬼撒旦他知道。如果你的思想开始混乱。如果你的思想混乱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对同埋错，如果你不知道不会分错与对的话，他引诱你去做错的事是非常的容易。他引诱你去决定一个错误的事情是非常容易。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你的感情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反应，如果你的感情出现错误的感觉，你 feel 错嘢，你感觉错误了，你感觉错误了，你的感觉错了，你的思想就会错误。你的思想也会跟着错，你的思想错误，你的行为就会错误。你的思想错了，你的行为也会错误。所以魔鬼撒旦常常攻击就是攻击你的思想和感情。所以魔鬼撒旦常常攻击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有一个靓女行过你的身边，
一个漂亮的女人女士走在你旁边，你的思想你的情绪错了，如果你的情感你的思想错了，就有机会做错事了，就会有机会做错事情。如果你看到靓女，你的思想和你的感情是没有犯错的，如果一个漂亮的女士经过，你的思想和你的感情没有错误的选择的话，实际上的犯错基本上是很小的，这样的话你实际上的犯错是很微小的。我们犯错是因为动了感情，我们做错事情就是我们动错了我们的感情， feel 错嘢，感觉错误了。有一天有个弟兄姊妹跟你讲几句嘢，有一天有弟兄姐妹跟你讲几句话，讲那个没心听那个很有意，讲的人没有心讲，但听的人很有心听，听完那个很不开心，听的人非常不开心，你的 feeling 已经错了， 你的感觉已经错了，跟着你想的东西就会错，然后你的想法也跟着错，之后你就想报复，然后你就会想报复，你的行为也都错了，你的行为也会跟着错。刚刚有两个人走过你的身边细细声讲话，刚刚好有两个人经过你旁边很小声的在讲话，你觉得他们是讲你，你就觉得他们在讲你，你 feel 错了，你感觉错误了，你想你就想错东西了，这样的话你想也会想错东西。为什么有东西讲不可以大大声讲，为什么他讲话不可以大大的大声讲呢？我身边细细声讲完还要笑，还不是讲我很小声还笑着讲还看着我，是一定肯定是在说我。你 feel 错嘢，你就谂错嘢啦。你感觉错误了，你就会想法也会错误。跟住你就做错嘢。然后你就会做错事情。我永远都唔会同佢倾偈。这两个人我永远都不愿意跟他们讲话。feel 错咗啦，弟兄姊妹。就是你感错误了。所以魔鬼撒旦好常去攻击你嘅 feeling。所以魔鬼撒旦他常常来攻击你的感觉。攻击你的思想，也攻击你的思想。所以保罗就说你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所以保罗说你要当公义做你的护心镜。当你下次 feel 错嘢想错嘢的时候，当下一次你感觉或者是你感觉错误的时候，当你思想混乱的时候，或者你的思想混乱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魔鬼撒旦，他成日都会搞乱我们的感情和思想，因为魔鬼撒旦常常来搞乱我们的思想，假的思想假的教导假的原则，假的思想假的教导假的原则。假的原则是什么呢？什么叫假的原则呢？我赌埋这一铺我就不赌了，我赌这最后一把就不赌了。假的原则就是假的原则。基督徒不要赌钱，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去赌，大家都知道。少少玩下没问题的。但玩一点点，小小的玩可以的。假的原则。这就是假的原则。魔鬼撒旦去俾你去轻看圣洁生活的重要。魔鬼撒旦让你轻看我们圣洁的生活。他会觉得，他会帮助你去觉得圣洁的生活是不重要的。他会帮助你觉得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不重要的，反而他会帮助你去拥抱这个罪恶，反而他会让你去帮助你去拥抱这个罪恶，他会不断鼓励你去犯罪，他不断的鼓励你去犯错，亦都鼓励你鼓励其他人一同去犯罪，不仅仅鼓励你也鼓励其他人一同来犯罪，从罪里面得到这个的享受，在罪当中可以得到享受。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犯罪而哀痛，我们看到我们社会不为了这个犯罪而哀痛，我们是活在一个拥抱罪恶的环境里面，我们活在一个拥抱罪恶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你很需要这个的盔甲去保护你，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非常需要这个盔甲来保护我们？而这个公义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公义是什么呢？不是说基督徒因信称义那个的义，不是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的那个公义，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成为义人了，因为我们信主那一刻已经公义了，所以保罗不是讲这种的公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那个义，那保罗这种的义是什么义呢？那保罗到底是讲什么样的义呢？保罗是讲到实际公义的表现，保罗讲的是实在的公义的表现。公义是什么呢？什么是公义呢？没有罪的就是义人，没有罪的就是义人。实际公义上的表现是什么呢？实在公义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我们每日生活去选择去顺服神，这个就是实际的公义的彰显。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顺服神的决定，就是这个公义实在的公义的表现。最后也都得出来一个圣洁的生命，最后得出来我们生活是圣洁的生活。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完全的顺服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完全的来顺服他。所以这里讲到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讲到圣洁的生活是保护你的，要来是要来保护你的。但是基督徒不觉得是这样，但我们基督徒不觉得是这样。圣洁的生活是要来保护你和祝福你的，圣洁的生活是要来保护你。弟兄姐妹，我们太不喜欢一些的限制。弟兄姐妹们，我们太不喜欢一些限制。当我们驾车的时候，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看到五十公里，我们看到五十公里的车速，我们觉得这个路牌给我们一个的限制。我们看到这个路牌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觉得已经有一个限制了。当这个牌说是八十公里，这个八十公里是我一个的限制。就是看到八十公里的那个标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限制。但我们看不到政府摆这个牌是要来保护你的。但我们看不到政府看放这个牌是要保护我们的。因为政府知道这条路这么窄，不可以开得太快，所以他就叫你不要开那么快。政府看到这个路很窄，所以不能开快车，所以让你减速。我们看不到这个是一个的保护，但是反成为你的限制。我们看不到这是来保护你，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限制。弟兄姐妹，圣洁的生活是一样，我们的圣洁的生活也是同样的，是成为你的保护，会成为你的祝福，是成为你的保护和成为你的祝福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顺服神，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去来顺服神。弟兄姐妹，你现在看的什么电影呢？弟兄姐妹们，你最近看什么样的电影呢？你看什么书呢？看什么书呢？书籍呢？刚才所说你网上看什么的网页呢？刚刚讲到你在上网看什么样的网站呢？你平时听的歌是听什么的歌词呢？或者是你平时所听的歌是什么样的歌呢？这些所有所有都会影响你，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来影响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去防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的来防范，特别是音乐，特别是在音乐上面。音乐本身是能够有一种感动人的能力，因为音乐本身它有一个能力可以感动人的心。如果音乐里面的歌词是错误，如果在音乐里面它的歌词有错误的话，听歌的人就容易被感染，听歌人就会容易被感染。所以我尽量都只是听圣诗，所以要尽量听我们的圣诗。所以尽量我听收音机都是听 Spirit Radio， 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电台。我在尽量在收听听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我都听属灵的一些收音机网站。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些的信息走入来，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这一些错误的信息来走入我们。如果你的仔女喜欢听歌，你要留意他听什么歌。如果你的儿女听一些歌，你要留意一下他们到底听什么样的歌。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姐妹经常看书，弟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爱看书，但是有些弟兄姐妹是看了一些不正确的信息，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看了一些不正确的书籍，冲昏他们的头脑，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影响他们今天实际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他们今天实际的人际关系。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一段关系你不应该有呢？弟兄姐妹们，有一段人际关系你不应该有呢？你的感情是不是已经被摇动呢？你的感情是不是已经被摇动了？弟兄姐妹，无论什么事都好，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也好，都会造成你这个盔甲里面一个的裂痕，也会成为我们盔甲里面的一个裂痕。魔鬼就要在这个裂痕里面去攻击你，魔鬼就看中这个裂痕来攻击你。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不应该留余地给魔鬼。神给我们的盔甲是已经有充足的保护，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个盔甲是有充足的来保护，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顺服神，所以我们要必须要顺服神，你就有这个能力去抵挡了，你就有这个能力来抵挡。今天最后一个就是平安的鞋，最后我们有一个平安的鞋，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去穿上，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一个军人是不会不穿鞋的，一个军人他不会不穿鞋。一对鞋对一个军人来讲是十分的重要，一双鞋是对军人来说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整个军人的生命都会依靠住这一对鞋，一个军人的整个生命都是靠这一双鞋。如果你只脚受了伤，如果你的脚受了伤，如果在打仗的过程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是很危险的，如果在打仗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没有穿鞋的军人，还有没有穿鞋的军人是不能够走得太远的，他不会走得很远。一个人能够走得远，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是因为他穿了对鞋，
因为他穿上了一对鞋。你试下次行山唔好着鞋去啊！你试一试下次爬山的时候不要穿鞋。我包你五分钟都顶唔顺。我敢肯定五分钟你也顶不住。一个人能唔能够走得远系对嗰个鞋系有关系。一个人有走得远不远要看他的那双鞋。我哋属灵嘅鞋系呢个平安嘅福音。所以我们属灵的鞋就是平安的鞋。系乜嘢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喺罗马书里面讲得好清楚。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哋本来系与神为敌嘅。本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因为我哋犯罪，我哋要死。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要死。但系因为主耶稣钉咗十字架之后，我哋就与神和好啦。因为耶稣在十字架钉死，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保罗就常常提醒我哋。所以保罗常常来提醒我们。我哋同神嘅关系已经和好咗啦。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所以在我们任何的事情上面都可以反映这一点。所以在我们任何的事情上面要反映这一点。在一段关系如果没有了这个平安，如果在这段关系任何关系当中没有这个平安的话，你是走不远的，你就不会走得很远。如果你在神里面成日的恐惧，如果你在神的里面常常感觉恐惧的话，你成日去担心一些事，你常常去担忧一些事情，你跟神之间没有那个平安，你与神之间没有这个平安，你跟神的关系怎么会去亲密呢？你跟神的关系怎么会亲密呢？在一个人际关系，如果你在家的里面，如果与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家里，日日都吵吵闹闹，常常吵吵闹闹，在这些关系里面没有平安在里面，这段关系里面没有平安的话，没有平安的关系是不会增长的，没有平安的关系是不会增长的。一个没有平安的关系，一个没有平安的关系是挨不得耐的，他挨不住多长时间。两夫妇不断的去吵闹，所以两夫妻不断的来吵闹，没有平安，没有平安，那怎么呢？会怎么样呢？很快挨不到的了，很快挨不下去了。但如果一段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和谐，很多的平安，如果一段关系有很多的平安和和谐的话，这两个人就会开始交流，开始分享，这段关系他就开始有交流，有建立关系，在交流在分享的过程里面感情就会增进，交流和分享当中他们的感情会增长，幸福指数就不断的向上升，幸福指数就会不断的升上升，往上飙上升。没有平安的关系是挨不到耐的，没有平安的关系是他是不会长久的。你见到一个人能够信主几十年，可以依靠神几十年，你看到一个人信主几十年，依靠神几十年，是因为他跟神里面有一个的平安，因为他与神之间有平安的关系，他知道神为他在十字架所做的，他知道神耶稣基督神在十字架上所为他做的一切，他知道他不是与神为敌，他知道他不会再与神为敌，亦都知道神的能力，他也知道神的能力，他就不担心不害怕了，他就不会再害怕和担心，不是因为他特别厉害，不是因为他很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成就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以致到我今天我不会怕，我不会担心，以致我今天不会怕也不会担心。你知道在属灵的攻击里面，魔鬼撒旦常常用恐惧去打我们，在我们属灵攻击当中，魔鬼常常用这个恐惧来攻击我们。恐惧是有两个层面的，恐惧也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突如其来的恐惧，第一个层面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恐惧，是你会觉得有一股黑暗的势力是围绕着你，你会感觉一个黑暗的势力围绕着你，看不见但是非常实在的一个能力，看不见但非常很实在的一种能力，这个就是邪灵就出现在你的身边，就是邪灵出现在你身边，你是实在去感受到它的存在，你会实实在在的感觉它的存在，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的恐惧，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一个恐惧，也都有另一个层面的恐惧，也有一个另一个恐惧的层面，这个恐惧不是一次性的，这个恐惧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和持续性的恐惧，它是长期不断的一种恐惧。你想想一个人他如果已经是基督徒，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会长期担心和长期恐惧呢？那为什么他会长期的担心和恐惧呢？如果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已经成就一切，如果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的，圣经也都应许神不会掉低我们，圣经也告诉我神不会离弃我们，这个长期的担心或者长期的恐惧在哪里来的呢？这个长期的担心和恐惧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我只知道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当充满我们的时候，我是有能力有盼望有喜乐，我有盼望我们有喜乐，能力是在我的里面，也有能力在我们当中，困难是没有改变，
这个困难不会改变。但我就觉得我很有力量去处理。但我会感觉我有很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不会恐惧，不会惧怕的。你不会恐惧，会害怕的。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是没有恐惧的。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恐惧。但有一些基督徒在长期处于一个恐惧的状态里面。但有一些基督徒他长期的在恐惧当中。这个也都是属灵的攻击。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神全副的军装去抵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全副的军装来抵挡这一切。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真理去抵挡。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用我们的真理来抵挡。我们如果愿意去顺服神的，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神的盔甲就保护我们了。神的这个盔甲来保护我们。如果你不顺服神的，如果你不愿意顺服神，你的盔甲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裂痕，你的盔甲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空隙，随时会被魔鬼攻破，随时的魔鬼来攻破你。当你有担心的时候，当你有恐惧的时候，当你有担心或者恐惧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不要忘记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成就一切，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已经不是神的敌人，因为我们不再是神的敌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会一生一世去保护我们，他会一生一世来保护我们。当恐惧来到的时候，当恐惧来到的时候，我们去宣告神的话语，我们要来宣告神的话语。神说他会保护我，神说他会来保护我，我就不用怕任何的事情，我就不会去怕任何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三件属灵的武装，弟兄姐妹们，这三件属灵的军装都是要来保护你的，都是要来保护你的。希望弟兄姊妹认真的穿上，希望弟兄姐妹们认真的来穿上。在九月的讲道，我会讲埋其余的三件。在九月份的讲道，我会讲下一部分三件。所以最后我们感谢神，最后我们来感谢神，给了这个力量我们，给了我们这样的力量。神不单只是打属灵的征战，神不单打属灵的征战，神最后是会赢属灵征战的那一个，他也是在属灵征战最后得胜的那一位。在启示录也都讲得很清楚，在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跟随神忠心的基督徒，跟随神忠心的基督徒必定能够得胜，必定能得胜，是没有可能输的，是不可能输的。但如果你今天发现你不是一个忠心的信徒，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不是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不顺服的基督徒，或者是不顺服的一个基督徒，希望你能够做一个的决定，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决定去顺服神，来顺服神，那你就能够一生的蒙福，这样的话你一生会得福。我们最后唱这首诗歌，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靠着耶稣是能够得胜的，我们靠着耶稣必定能得胜。在你爱里，
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终其生要靠着主爱里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不必惊怕挫败，靠着主恩更光辉。主啊，我知道我要靠住你去得胜。主啊，我知道我要靠着你来得胜。弟兄姐妹，在你的顺服的里面，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顺服当中，虽然你的盔甲今天是有裂痕，虽然这个盔甲今天有裂痕，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的盔甲就被神去修补了。你的盔甲神就来修补它。当你的盔甲被修补的时候，当你的盔甲被修补的时候，你的盔甲的作用就会出来了。你的盔甲的作用就会出现。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愿意去顺服神，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愿意这样顺服神，我为你去祷告，我为你来祷告。主啊，将我的弟兄姊妹交到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到你的手中。圣灵，你今天察看我们每一个，圣灵察看我们每一个。今天内心有愿意顺服的弟兄姊妹，在内心愿意来顺服你的弟兄姐妹。主啊，我求主你能够修补他的裂痕，求主你修补他的盔甲，将他一切的软弱，将他一切的软弱都能够靠着你得胜，都是靠着你可以得胜。我们也有信心的去宣告，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来宣告。我们穿上这副的军装的时候，当我们穿上这个军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一切的属灵攻击，我们就可以抵挡一切的属灵攻击，最后能够站立得稳，最后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将一切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于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是奉主名求。阿们阿们。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父神的慈爱，也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也愿圣灵的感动和能力都能够与我们同在，都与我们可以同在。从今天起直至到我们回天家为止，从今天一直到我们可以回到天家为止。弟兄姐妹，今天的聚会结束，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聚会结束。如果你想留下祷告的，你可以留下你的座位祷告。你愿意继续留下来祷告的，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你想离开的，你可以静静的离开。你要离开的，可以静静的离开。如果你需要祷告的，你可以来到前面。如果你需要来祷告的，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为你们来祷告。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Thank you.